天都散。
道德，阿弥陀佛，佛法也不是光打坐研究，这是基本，重点呢是要去实践。那虽然我们大家很喜欢放生，把鱼哦放到大海好快乐，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工作，那些要被屠杀的众生我们要救啊，比如说牛啊、羊啊、猪啊、鸡啊，那救来怎么办？那所以我们要成立护生园区，要有土地，要找很多人，又要建筑。所以希望各位呢也不断的关心这些，中华护生协会也一直在推广这些，在台湾将近有20个地方，大大小小的土地水池养了这么多我们的父母众生，虽然它的外表是牛啊、是猪啊、是鸡啊，但是他们也是我们的父母。更重要的，我们4个护生园区是专门养狗的，至少有3000多只的流浪狗，但是各位，流浪狗啊更需要大家关心，所以希望各位多赚一点钱，多护持护生园区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多救这些即将被屠杀的流浪狗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500016766，50001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有一天梦会醒，生命电视让佛法环绕全世界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